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，现代中文译本。耶稣抬头观看，看见一挂有钱人将因的捐款担入去圣殿的奉献箱内，伊阁看见一个善向寡妇担入去两个小铜板。伊是伊讲，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个善向寡妇所奉献的比其他的人拢较济，因为别人是对因的财富中捐出有剩的，可是已经真善了，却将家己全部的生活费用拢献上了。有人在谈论圣殿，讲伊是怎样用精美的石头、甲兴旺的礼物装它成的。耶稣讲：恁看见这一切吗？日子要到，迄个时阵，无一块石头会留伫另外一块顶面，每一块拢要被拆落来。因就问老师：几时会发生这个事呢？这一切发生的时，有啥物预兆呢？耶稣讲：恁着当心，毋通受愚弄，因为有真侪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。佮讲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可是毋通跟对因。当恁听见战争佮叛乱的消息时，毋免惊，即个事必然会大声发生。但是这并毋是讲历史的终局伫要到了。耶稣接着讲，一个民族要到另外一个民族征战，一个国家要攻打另外一个国家。到处会有严重的地动、饥荒、甲瘟疫，阁有可怕的奇迹现象伫空中出现。可是，遮个事发生以前，恁要被掠，受着迫害，人要将恁交予会堂审问，阁予恁坐监。为我的缘故，恁要被带到君王甲统治者面前，这就是恁为福音做见证的机会了。所以恁着提定主意，毋免事先考虑怎样为家己申诉，因为我要赐予恁口才佮智慧，予恁的敌人对恁所讲的话无法反对辩驳，甚至恁的爸母、兄弟、亲戚、朋友也要出卖恁。恁当中有一挂人要被因致死，因为我的缘故，大家要怨恨恁。可是恁连一支头毛也未剃到失掉，恁着坚忍，才会当保全家己的性命。当恁看见耶路撒冷被敌军围困的时，恁就知伊伫要被毁灭了。迄个时阵，住伫犹太的着逃到山顶去，住伫城内的着出来，住伫乡下的毋通入城去，因为这是惩罚的日子。要予圣经上的话拢得到应验。伫遐个日子内，有心佮予婴仔食奶的老母就苦了。严重的灾难要临到迄个所在，上帝的义愤要降伫遮个人的身上。因要死伫刀剑下，也是要被掠到各国去。伊教徒要立耶路撒冷，直到因的期满满了。迄个时阵，太阳、月、星星拢要显出异象，地上个国家拢要因为海洋个落秀惊吓失措，人人伫等候着迄个要临到世上个事，恐惧皮皮出，一直到昏落去，因为太空一切系统拢要动摇。迄个时阵，人主要出现。充满着大能力，甲荣耀驾着云降临。遮个事发生的时，恁着昂头挺胸，因为恁得救的日子就到了。耶稣佫对因讲了一个譬如：恁看看无花果树佮其他各种树，因就大出新叶，恁就知热天得要到了。同样，恁看见这一切的现象，就知上帝的主权得要实现了。恁着记着，这一代人也未拢去世以前，这一切事就要发生。天地要消失，我的话却永远未消失。
恁家己着警醒，毋通互酒肉佮生活上个忧虑麻痹恁个心灵。恐惊迄个日子要忽然临到恁，因为迄个日子亲像罗网一样，要临到全世界所有个人身上。恁着警醒，不断祈祷，互恁有力量忍受一切要发生个事，得以徛伫人主面前。耶稣即是伫圣殿内教导人，暗时出城，伫橄榄山过暝。群众一早就上圣殿要听耶稣讲道。路加福音第21章。